新闻大爆炸，你问我来答。大家好，我是一般的人不会看，看上我都不一般的廖俊涛儿。廖俊涛到底有多少个乐器？就吉他、贝斯，还有一些合成器，就鼓机这些。不会不会，谁会这么做呀？有点变态哦。廖老师发两个人就是个爱情，应该会上其他的。应该会有其他的，但是看感觉吧，有感而发而已，就是不强求。你唱过不客气？没有。廖老师，你的女朋友喜欢什么？是猫吧，因为我不怎么喜欢理人。写歌、编曲。看电视剧、看电影之类的，喝酒，很一般。哇，看情况，看情况，看情况，对，捉摸不定，我自己都分辨不清。我这是对你们表示的最高尊重了，已经知道我多久洗回头吗？你们最长也可以有一个星期吧。我今天上午称，居然快到130了。深夜成人饮料喝多了的时候才会蹦吧。可能是他们母性泛滥的吧，泛滥的比较提前。我觉得你们很完美啊，没什么好吐槽的。没有没有，这些问题会让我觉得很不是。的现在觉得占地方，就是还是可以挂的吧。其实就是讲的一些情感里面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已，就分享一些经验给大家而已。就是咬掉半口的苹果嘛，我送给你这整张专辑，就是咬掉半口的苹果，然后是我咬掉的，然后我分享给大家，你们自己去听一下就行。死无对证。我觉得吉他挺好的。没有人听到成品，就成品的话，我也是最后上线之前才听到。我身边有谁就给谁听。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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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像我们大家一直像老毛啊这些啊，他们在家的时候就会马上说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这个混音混出来了，快听一下，像开会一样呀。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看了。有没有觉得欣赏？其实我觉得都挺不错的，但是现在第一个阶段其实很难看出来了。大家都是第一印象，而且一开始分成了两个赛道这样子的东西，大家都会其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，在专业的有色眼镜看的，一个是出道过，一个未出道过的，其实就是戴有色眼镜看的，所以后面再看。你在说那个你刚才你看过这个头发吗？这个头发吗？咚咚咚咚咚啊！非主流青年，那钢铁直男就代表还有我拍照的角度和技术这些吧。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想要长头发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，然后后面突然有一个做造型的大哥就帮我说，哎，这个头发来玩，就玩。我这个留烦的，我在减肥。哦，对，我也会掉。我有时候他甚至会觉得很可怕，我以为自己秃了，对，结果哎，原来大家都这样。特别是吹头发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一把一把的掉。哦，一个上次给我们办巡演的一个工作人员啊，感谢他上次就是去年的巡演这个，然后我的巡演第一场马上就要开，第一场马上就是7月14号，马上就在北京糖果 Live House， 有空了大家来看一看，是不是很聪明吗？那下面如果游戏的话，是给谁充话费？快把他放了个屁！第二个这个，转圈圈打脑壳，好打脑壳哟，第三个是，哇，未来超模。最后一个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然后第二个是，用普通话唱一段新歌，唱啥？来吧。都是很喜欢十五对真的爱，哈巴尔显摊派，你乖。